欢迎回到神的家。哎哎，艾米，今天是什么天啊？今天是安息天，上帝用了六天的时间来创造世界，还用了一天来休息呢。更何况是我们呢？哦，这样我要在崇拜中好好休息。等一下，等一下，坐席，不要睡先。等一下哦，有很精彩的节目等着我们，精彩哦。好好期待一下哟！在那之前，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家里的事情吧。明天少年团契的节目是一同参加爱城在电影观赏会，请所有观众们在7:30之前出席，7:30准时播映。另外，6岁以下的孩童可免费入场，但没有安排座位，请父母们注意。另外，下午1313兴旺爱行动暂停，请弟兄姐妹们注意。虽然没有探访，却不要忘了来协助排椅子哦。下午2点正在多元圣殿，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手帮忙排椅子，以便观赏电影使用。赶快叫你的朋友们一同来帮忙吧！噔噔噔噔，一年一度的宣教大会终于来了。就在想问你啊，宣教大会到底是什么来的？这么哦，我看那个纸哦，写什么 church game， church game 到底是什么来的？是不是像我们每次玩那个 Pokemon Go 啊，还是 Telemesh the game？ 是不是？是不是？不是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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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今年的 church game 呢是棋盘游戏，也是一种 board game。这个游戏是根据《标杆人生》作者 Rick Warren 的书《目标导向教会》改编。透过这个游戏，我们可以重新了解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同时也反思了自己在教会中的角色。哇哦，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哦。当然的，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 VCR。全部一齊行先得嘅咁，咁都比較不負責，但係都係現實嘅嘢。即係你冇得話單齊馬嘅，我哋個屋企。啊，我哋淨係我哋教會最強勢敬拜嘅，所以其他唔使理嘅，咁死緊啦，根本冇可能做嗰樣嘢。透過即係運作依家咁嘅教會咧，都即係依家咁細嘅教會，發現咧原來無論係大同細嘅教會咧，嗰、那個資源係非常重要。特別當我哋缺乏咗某一個資源嘅時候咧，我哋根本係冇辦法帶到新嘅成員去教會嘅，亦都自己裏面嘅成員亦都係即係要我即係點講要栽培佢哋都係有困難。咁睇咗一件反映咗一件即係運作教會嘅事實，就係錢同關懷係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下周日下午20至50在路加市，由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和曼荣新希望关怀机构联合主办的马来西亚社区健康醒觉运动中医义诊，当天有提供免费中医咨询及针灸医疗服务，首100名登记免费测量血压和血糖，还在等什么呢？赶快来参加吧！以赛亚事工培训学校即将开课。开课日期是2017年1月9日至4月9日，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向办公室询问详情。哇，今天的教训报告就到这里为止。Joyce， 我就要教你啊。这是王柳呢？没有，还没有做成，做什么王柳？快点醒来啦，我们要拍 ending 了，等下唐小康会出来耶。唐小康，在哪里？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还有那个生活，我们没有那么快。我们先拍 ending 先 ，OK？
今天的教训报告就到这里为止，让我们预备我们心，带着兴奋和期待心情来遇见我们的神，愿神祝福大家。